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进行三连音节奏及音准练习。三连音表示每个连音线内的三个音符时值要均等分配，这是我们要重点掌握的内容。今天的难点在第二行第十一小节中，两拍都是三连音，我们要掌握好每个音符的时值均等和每拍音的强弱区别。哆哆哆哆咪咪咪咪嗦嗦嗦嗦哆哆西西西啦西啦啦啦嗦啦嗦嗦哆发咪瑞瑞瑞啦啦啦嗦哆西哆西啦西哆西啦嗦啦西啦嗦发咪瑞发咪瑞哆啦西啦嗦发咪瑞西啦嗦哆。